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萌叔吴秀波哈，他最近呢正在拍摄一部电视剧，叫做《槐树花开》。那么我们记者探班的当天呢，正好赶上剧组三位演员大喜的日子。哎，为什么会是三位呢？我们组今年有三个过生日，今天三个人的喜事新婚也就这样了。电视剧《槐树花开》探班当天，正好是剧中吴秀波、王雅杰等三位演员一起过生日。对于这难得的日子，46岁的吴叔可是撒开了玩。老一辈的，中一辈的，小一辈的。萌叔一嗨，完全带动在场工作人员。先提醒观众，下面的镜头也许稍显晃动，因为一场蛋糕大战就要上演。别抹衣服啊，泄气的。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工作中带来的快乐，这个在生活中可能不好复制。现在可以猜猜了，三个人是谁？你就浪费吧。就是，当然吴秀波也不会束手就擒，反击战马上上演。导演给我递了本砖，凭什么工作到这么晚？这是制片人，这这生日是热闹了，剧组主创的感情也可见一斑。当然吴秀波当天最想念的还是家人。两个儿子集体录了一个录音，就是微信传一下，大概说的是什么？就是生日快乐，很简单。然后说那个我是谁谁谁，我是谁谁谁，那一大一小嘛。然后我们爱你，有点被排练了的嫌疑。嗯，你感动吗？啊，感动，哭了吗？那没有，我笑了。电视剧《槐树花开》中，吴秀波扮演了一名来自城市的村官，今年7月份就在山东淄博开机，预计10月份杀青。在生日当天感慨无法抽身与家人共度的吴秀波透露，前不久为了陪伴放暑假的儿子，他其实刚跟剧组请过假。以前吧，你还不觉得什么，那么小嘛，对吧？3、4岁，你呼噜呼噜他就忘了。现在都大了，你等真的说过了15、16、17、18，他未必想跟你在一块儿。所以现在就是在别人没跟我签合同之前，我先跟他们签个合同，就是每年的寒暑假，我要腾出这个时间来，然后这个去陪他们。